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版本弃子英雄高渐离。那这个英雄有多冷门呢？可以这么说，你匹配十局基本上碰不到这个英雄。但随着本赛季高渐离的增强，高渐离的胜率直接来到了法师榜第二名。我这就搞不懂了，这么强势的英雄，你们真的不打算尝试一下吗？且来看我一级如何兑现雷震子。后面之前凭空 A 三下攒一个被动，靠近他强化普攻加一技能，直接三分之一血，拉开距离再 A 一下，再攒一下被动，再次拉近距离，再次强化普攻。同样的打法屡试不爽，强化普攻加一技能不断消耗。到了斩杀线，接下来你还往哪跑？好，到此为止。那高渐离到底强势在哪里呢？且看这波团战，敌方三人抓我们上路，雷震子开大，该我上场表演了。看这波中路，雷震子开大想收割盾山，这时候我满状态，但是我就是不上，我等的就是一个时机，下一个雷震子再简单不过了。但是如果能把他们的队友一起叫出来，那就再好不过了。开大进场往死里转，一家人就要整整齐齐。高渐离考验的是进场时机，但更考验的是开大的时机。围殴的时候不开大，人一多开大就是赚，尽可能伤害最大化，毕竟要雨露均沾嘛。峡谷里只有一个英雄能做到半血进场满血出场的英雄，那就是我高渐离。